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37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铁工厂推出的飞机小队三人组的娘化版本。在很多年以前吧，他们推出了希克小队，然后这是当时的模具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他把它全部给女体化，体型的话呢有个缩小，造型也整个是做新的翻模。但其实这个模具呢也并不是新的了啊，在先前的话他们有推出过一款滑流啊，其实就是这一款的模具。而这一次的话呢，滑流的一个头雕的话，它是一个红色的眼镜嘛，然后这一次的铁工厂他们多附了一个紫色的眼镜的版本，可以让你做个替换啊，换不换就看你个人的需求，需不需要去做替换了。模具本身还是比较漂亮啊，人形的话呢，铁工厂的人形一向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以这一款来讲的话呢，它一个胸口的这个部分呢，涡轮的部分是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哇，这样子这个可能这女机器人嘛，你不要想太多了啊，这个就不要管它的乳头是不是螺旋桨了啊，这样下去舌头会烂掉吧。那三个呢人物的话呢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一个表情都是不同的。这款黑色的这个天欧 Skywarp 啊，它的话是一个张嘴的一个造型，然后这款 Starwing 是一个紧闭嘴唇的形象，然后这个蓝色的话呢则又是另外一个表情，总而言之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吧。那么它的变形的话呢，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铁工厂，就是非常的简单的啊。我们把这个奶射线给取下来之后呢，把这个头顶的这个飞机头给放下来啊，这个起落架给先放下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做一个翻转，翻转过来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凸跟刀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啊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转过来之后把它给扣上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零件，把它给翻出来。然后呢手臂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缝跟上面这个凸，这样子有一个斜斜一个角度，把它给扣上去，到这边扣上。那最后这个腿的话呢，把它往上搓上去就行了。搓上去的时候呢，这个部分有一个小小的联动，它这个轮子的部分呢会凸出来啊，你看会推出来，推进脚推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轮胎会自己推出来。然后呢两腿再做个简单的合并，合并的时候呢，上方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，一样顺便把它给卡进去。好，通通都给扣上了。最后就是把这个水平尾翼、垂直尾翼的部分呢都给翻出来。那它的这个 Starscream 的话呢，是我觉得这三个里头我目前吧，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，它的关节各方面的表现呢都是最紧实的。好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飞机的形态，然后完全是把人背在下方啊。它的武器啊，这个奶射线可以扣在这里。它两侧的话呢是有一个形状不太一样啊，这样子扣是比较合适了啊，把它给扣上。那么呢它还附带了一个这个部分啊，它的话呢是以这个方向，那扣进去的时候呢，我感觉是稍微捏一下下，然后呢把这里面的这个凸跟这个里头这个凹做一个简单的组合，非常简单啊，稍微捏一下把它给往内扣进去，捏一下啊，扣进去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可以扣在铁工厂之前有附送一些起落架的部分，但是那些玩具的话我收到很深出去，我就没有把它翻出来啊。这个的话呢就是它完全组合成一个飞机之后的一个形象了。那么另外两个一起把它变形完毕啊。那它的载具的话呢，底盘呢真的就是完全就把机器人的腿给缩短而已啊。那么起落架的部分呢，前面有一个，但中间这里镂空啊，算了，反正这个变形的话呢真的是当送的了啊。那如果相较于之前的 C 个小队的话呢，这一次的这个娘化版可以说变形是更加的简化啊。在之前的版本的话还有一个把手臂往下放的一个过程，那这个这一次的话直接就这样子摆着而已了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东西它就是完全就是粉丝像吧，哎，到底是谁的粉丝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把 C 个小队的一个成员把它女体化的。那之前的话就是以这个滑流这个模具呢下去做改色，那做工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就利用这一集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去搜索一下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